他也听不懂，但是说我可以试试看，你要我跑就跑，你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把它拍下来。所以他刚开始拍第一个《上帝也疯狂》的时候去拍的时候，他是人家给他钱，他说你给我钱干什么？他是不要的，他觉得这东西没有用。那后来慢慢，这钱很好用，后来娶了好几个老婆，他完全学了这一套。那后来他演了一段时间，也不算是非常红了，只是演了一些片子。后来就回到那个他们的那个他的就里面去里面去。那有一次他就是算是一种感冒，就是发烧。那因为他是明星嘛，就很紧张，就立刻就找人给他打针嘛。那结果他是抗药结核，他身体多重性抗药结核，就是我们打进来的这个药对他是一种毒，他反而对他反应过度的反应死掉了。所以他其实很简单，他只是回到部落，有一天他想回来就想想，哎，回来很久，他想他到外面去捡一些柴火，到外面去转一转，转一转可能就不是很适应，回来就有点不舒服，一打针就走掉了，很莫名其妙的，这个人就走掉了。文明害了他，我们认为我们很文明。因为我是觉得说这个两个并不是不能共存的，就是我觉得那个拿捏要蛮好的，所以我们不见得要去过布希曼人的生活。那我们当然我们也可以跟大自然做更好的连接，那我们可以不要把太多的生命浪费在很无谓的事情上面。那你如果知道都是可以做转换的，那只是你有没有转的能力。哦，所以在密宗里面它一定是讲转业成智，把你的业转世也是，就说那时候就谈到一个问题是待业往生还是消业往生。他说转业，业就是一种我们色受想行识，就是事，就是前五事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心智，法界体心智，它每一个转从五方佛，对不对？你看，第一个从这个阿宿佛如如不动如大地，然后开始转第一个字，然后再从平等心智，它有一个过程。如果你要讲，它有一个过程，它一层一层的转。然后你先开始有成就以后，你再来你要怎么转？它有一层一层的转法，所以你这么绕方佛，他们也就把那个东西变成一种仪轨，也是把它那种概念转变成一种感性的一种行为，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叫做什么课诵，就叫他们的这个经文的一种唱诵，然后让自己完全进入到那种坛场里面做一种转换。那是靠一个道场，因为道场跟运动场不一样，运动场就是锻炼体身体用的嘛，道场是成道用的，就是你在这里面你怎么走进去，怎么做一种很好的转化。所以这叫道场，哦，那当然他以前他是经过，尤其密宗在这一块他是非常讲究的。那你在古印度他也是都是曼达拉，它是一种场的一种概念。到中国来以后呢，变成当时从佛教到了中国，就在那个嘛鸿胪寺，就是以前算外交部嘛，让那个翻译经典的这个和尚住在外交部的里面嘛，那是寺嘛，寺其实就是我们的礼宾司的一些宾馆。那后来呢他们要单独存在，那我们也尊重他，后来就给他盖了第一个寺叫白马寺嘛。后来寺就成为佛教的一个代表，其实那就是一个房屋，就是一个算是办公厅一样的一个建筑去转化的。所以他就已经跟佛教原来的曼达拉气场能场的东西不一样了。哦，那最末所以你看我们后来尤其在唐代很多人捐宅为寺，把我的家是豪华的家宅捐给出家人当寺庙。那后来整个建筑才去诠释佛教的那种整个的结构的那一部分就消失掉了，就从中国这一块就没有了。你看我们从印度的那些东西都，它原始的佛教它都是这样子。第一，最原始的佛教是石窟寺，它是都在山洞里面修行。那从石窟寺再下来，就像我们那时候在中国也是啊，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也是从石窟寺开始。那后来
就建立像曼达拉一样的就所谓的攀长石的，哦，然后那后来大概就是变成现在什么大雄宝殿啊，哦，什么前面一个什么天王殿啊，就变成院落式的。那其实就这个时候只是为了信仰活动僧人住的方便，已经用整个坛场来代表佛教的整个的转换的意涵的部分就消失掉了。呀，谢谢赖教授，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啊，他还有很多这种性灵文史，用这样的方式啊来形容灵性的文史的宝藏，取之不尽。OK，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啊，在座其实有好几位，这个往后还有机会啊，一一的跟我们分享很多不同的主题，还有专程从台中过来的啊林老师。那还有其他哈好几位，非常谢谢大家。在这样一个今天天气蛮好的，然后真相疏影会一直在阐述的是真相，但是我们在追求真相的时候，不是抱着一个执着的心，而是一个怎么样虚怀开放的心啊。那尤其像今天赖老师的这个主题呢，很难去量化，是不是很难用理论用逻辑，但是最终是让我们知道原来心念那么好用，无所不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不好？因为我们谢谢大家，谢谢赖教授。那我们今天这个场地呢在9点，他们很特殊，看到吗？他们因为好像有一个展览活动，9点半要进场布置，所以如果还有一些什么事要跟赖教授交流的，就抓紧时间，好吗？谢谢大家。谢谢。